4月11日，大张伟发文告别乐队的夏天。他说：“作为总在别处读一条的我，近在这儿很舒服。”他眼中的乐队的夏天，不跟感性讲道理，不跟任性发脾气，鼓励、胡闹、赞美、反抗，真实独行，让那么多的孤品变爆款，让这么胆小的他变勇敢。对于这个节目，他的评价就是铁树开花，真情一首独在月下，期待下一次的相会。最后，大老师还附上了自己在总决赛的作品《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》。网友看到大老师的文字后，也纷纷表达对于大老师的理解。据悉，10月10日晚，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总决赛播出，诞生了乐队 HOT 5，重塑雕像的权力喜提冠军，五条人排名第二名，达达乐队、大波浪、专业赛的分别位列第3、4、5名。